原声角色声音发声的变化你都发现了吗？丽莎初见丽莎姐姐的时候，被她优雅慵懒的声线迷得不要不要的呀。是因为人手不足所以来帮忙的好心孩子吗？真可爱。但是在 3.3 版本活动归风加酿节中，丽莎姐姐的声音就不一样了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。嗨，小可爱小派萌，没想到你们也来了，是听说了信的事情吗？后来了解到原来中可老师是拔牙了呀，那就是说丽莎姐姐就是因为拔牙所以声音变了。温迪喵酱老师给温迪配音会有一种轻飘飘的舒适感。固有的灵魂可以交给我吗？但是在 3.4 版本的海灯节活动中就发生了变化。嗨嗨，不论我们从前是否在别处遇见过，如今又是崭新的相遇了。其实是因为喵酱老师怀孕了，所以声线出现了一些变化，而且同时发生变化的还有钟离。我是钟离，现于往生堂就职，很高兴能认识您这位新朋友。哼，有点意思，希望今日也有好景气。这时候的钟离多了一点鼻音，是因为钟离的 CV 彭博老师当时阳了，所以可以理解为这是感冒的钟离。不过后来还是变回来了，还能整活来着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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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对，好。